四川的天气啊，每天都是这样的，就是很少能看到太阳啊，所以呢，也不知道是几点了。哎呀，我们起来呢，给大白梳梳毛。你看，大白好萌啊，再掉个小树枝。哎，等等，哎呀，让我看看你的样子，掉个小树枝在这边，好帅哦啊！这么搞笑的呢？掉个树枝干啥？树藤里啦？啊？逗逼啊！树藤里树啦？藤里要咬树枝啊，一疼的时候就咬一下树枝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说什么呢来着？让大白在这边玩一下。玩呀！我们呢，今天呢，就是快递嘛，一次性拿的也差不多了，准备待会儿呢就在南充这边吃点那个啥，吃点美食去。又吃啊！啊，昨天那是吃中饭嘛，今天呢，我带你去吃点那个啥，吃点那个南充特色的。南充最有特色的就是它那个米线，还有那个锅盔。来，我这里呀、啊！待会儿呢，我们去吃一下。还想要你给他们梳毛啊，那我给大白梳吧，梳完我们就去吃东西去了啊，大白。来，给你梳。大白说你梳得有力气一点。对。阿白喜欢粗鲁的啊，那你给他梳得这么乖。他在养，你说不用点力，他不行啊！哎，就听着，哎呀，孩子不得劲呐、啊，是吧？对。我去，发狗疯了！你看他，哈哈哈哈！我自己遛自己，遛累了，我们收拾一下要出发喽。去吃饭。这个车好脏啊，我看不下去了。去吃饭。啊，去哪里？有没有洗车车的？你看，脏得不像样了。先得。吃。吃，就中知道华。吃，就知道吃啊，白是不是啊？哈、啊，这边辣辣的啊，白一点也不能吃。一溜烟呢，我们就到了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街道啊，看前面那种老房子。耶，这边老是走歪掉的呢。这车坐晕了。啊，在对面啊，对面那个叫文心粉馆呢。人家这边吃米粉都是那啥，都是当早餐的，我们当成中餐吃的，早中饭吃。哦，看看这边的米粉。米粉怎么样？我也一直以前觉得南昌米粉，然后人家南充这边米粉也多。看一下，啊，看米粉。老板最特色的是哪个粉儿？不是泰山粉，都是特色粉啊。就是这个菜单是吧？啊，就是这个菜单。啊，这一碗粉就是配这个油干，油干是饼子吗？啊，油炸饼。油炸的饼子是吧？啊。好吃的羊肉和三鲜的不辣，啊，菜单比较少啊，反正就是专门吃粉的，比较专业啊，比较专业。这种调料，啊，这粉都是先弄做好的，做好放那放凉的，啊，直接加点汤就可以了，啊，这样比较快。还有这个小菜，不是小菜啊，就是韭菜和那个啥，给加一点，这胡椒。给鳗鱼来一点，青盐，好的，来一点点，给鳗鱼。来，我点了一份三鲜，肥肠粉。这是配的这个特色的油干呢，本地的油干。我就是油炸的。连中午也好多人吃啊，都要坐满了都。嗯。这米粉呢，看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特别的米粉？这粉啊没啥特别，但是它就是一种吃早餐的一个方式吧，就是还真不辣，真不辣。吃完这个还可以去吃点锅盔，锅盔，这特色小吃还挺多的是吧？嗯，是、哦，麻的是吧？麻，一口下去啊，居然吃到花椒。这边也喜欢吃麻麻的。嗯。应该跟我这个综合一下。嗯。这个还不错的。吃完这东西，吃完这一碗粉，就是暖暖的。嗯。吃完去找个锅盔买吧。人家说锅盔比较有特色。是吧？米粉嘛，就是一个早餐嘛，早中饭。嗯。这个油炸饼嘛。还挺好吃，是吧？嗯，油炸饼，油干，本地叫油干。油干。
吃完了，吃的发热哈。哇，太麻了。看我这个没有放辣椒，也是麻麻的。可能和我放的内容有关呀。啊，麻麻的，这个挺暖和的。走，走。好，这个就是开胃菜，继续去吃其他的。去吃下一个，走。路边看到这边有好多这个卖橙子的。人家这边就喜欢这样，哎，老人家在这边没事摆摆摊呐，聊聊天，这种生活其实挺舒服的。鸡哪个货橙子好吃？鸡哪个黄嘛？这是橙子。你不相信鸡哪个黄？多少钱一斤啊？我黄给你上。多少钱一斤啊？2.5。2.5。对，徐轩，他这是橙子还是干的？这有优良品种。你是干是吧？干的。你是干。干跟橙的结合。嗯，对，干嘛，差不多是哈。新鲜，看到就很新鲜，健壮。对，新鲜的这种。这是家里种的还是拿货的？自己家里种的。家里有种的。对，自家种的。我们下6000多斤。6000多斤下是吧？对。啊，来先吧。今天是告不了了，要不然还在树上挂上了，昨天下午才宰的。昨天下午才宰的哈。对，特别新鲜。来。2.5一斤。你这叫饭可以不吃，水果不吃不行啊。看到水果就想买，只要太新鲜了，看着特别新鲜。对，新鲜水果嘛，就是都想买一点哈。2.5，好便宜。2.5一斤。好久没买那么便宜的水果了。只有在新疆才会买到便宜的水果。感觉像是哈。哎，走吧，买锅盔去了啊。走到了这种老小区这里啊，人家那个正统的，就是比较正宗的这个美食啊。都在这种小巷子里，嗯，前面有一家锅盔。我们今天吃这个锅盔呢，就是网上看一下排名比较好的，现在梨锅盔，看一下。哦，这是锅盔，好像这个炭火，好香的样子。我们点一个夹凉粉，锅盔夹凉粉，再来一个荤的吧，再来一个荤的，就是豆夹都来一点。一个肉一个凉粉吧，是不是？啊？一个肉一个凉粉。啊，就是把这些菜全部放进来，给它拌一拌。啊。拌一拌，然后再给它。哦。再给它夹到锅盔里面去。这和肉夹馍不一样哈。嗯。哦，啊，锅盔，锅盔凉粉，锅盔凉粉，好的。这个夹凉粉，锅盔夹凉粉，嗯，我这是锅盔大杂烩，对，都尝一尝嘛。哦，一眼看着有点像肉夹馍，有没有？再尝一下，还是不一样啊。尝一下，我也尝这个凉粉吧，凉粉是最特色的，经典。但我看到这个大杂烩，感觉好吃一点。嗯，好吃吗？这个饼感觉很酥脆哦。对。嗯，刚烤出来的。嗯。哎，这夹凉粉是第一次吃哈。嗯。你就夹其他夹肉的话都吃过，夹凉粉没吃过。第一次吃这种哈，果然每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吃。嗯。哈哈。锅盔好吃，锅盔好吃，哇，这个吃的有点麻辣，给你，是吗？啊，有点麻辣，好吃这个，吃这个吧，嗯，还有多种吃法哈，要新鲜哈，嗯，这才是南充的特色，四川本来就喜欢吃那个卤味嘛，嗯。放了好多呢，卤的猪耳朵、牛肉。嗯。哇，吃完然后我得来一个那个橙子，解解嘴。哎，又被麻到了。又让麻。好麻哦！啊。你要一路被这个麻出四川。麻出四川，辣出重庆。先到广东吗？嗯。哎，麻到我了！我们单独点了一个干锅盔，什么也不夹的。我觉得这个锅盔好吃。锅盔好吃。嗯。嗯，单单是锅盔也挺香的。嗯。单单锅盔4块钱。嗯。哇。
光盔好吃。光盔好吃。嗯，牛肉也好吃。一溜烟，我们要回来啦！放狗，拜拜。狗子呢？哎，狗子，哟，叼着娃娃过来啦！哎呦，没事吧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大狗子！哎呀，大白有个小伙伴来跟他玩了啊，人家骑电瓶车溜的呢。大白娃娃都不要啦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拉布拉多跳得好高啊，直接跳上来，舔了我一下。哎呦，原来是一条母狗啊！我说大白怎么这么大气了呢？娃娃也给人家了。哎呦！他脖子上还带了个电机的哦，走了，躲起来。这电机还有个遥控的。缓身。这么听话呀？啊，这么听话！我看你这个电机，这个那疼不疼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嗯，这从小训练他，他一扑人的话，一按他就会回来。对，拉布拉多性格本来就很活跃的。你看，他就喜欢这样甩娃娃。你看，大白喜欢人家娃娃就不管了。大白降服不了啊！跳得好高。怎么样嘛？这边啊，还可以啊，吃的挺多的。那边是海鲜多吧？啊。那边海鲜贵得很啊。刚吃完锅盔。我名字，我那狗的名字叫郭辉啊！真的，轻工业啊，南充的轻工业，轻工业啊，这个拉布拉多叫郭盔啊！我们刚吃完郭盔回来，郭盔，哎呀，这名字笑死我了，郭盔，郭盔，郭盔过来，笑死我了，郭盔。快快过来，快快！哎，真的听懂了，哎呦，傻憨傻憨的，嗯，快走了，上车了，你看，有缘再见，哎呦，哎呦啊，在这里抱的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走了，大白，我的天，哈哈，大白说别走，大白啊。走了，人家走了啊、哦，不舍得了。嗯、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有缘再见，阿白，乖乖，好了，阿白。哎，大白，你跟人家走了，大白，大白，回来，回来，大白，还在那里看着哟，哎呦，不舍得哟，狗子们。喜欢小母狗，哈哈，小母狗吧。嗯，你那母狗名字叫什么吗？嗯，它叫锅盔，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。来、嗯，跟锅盔玩得开心啦、啊！啊，哎呦，它想跟人家走啦，好不容易找个小母狗一起玩是吧？哈、嗯，啊，回去给你养一个好不好呀？啊，养个童养媳好不好呀？这么开心，啊？好了，好了。好、啊，我们走了，去哪儿快点去了。走了，哎呀，好了，要没给你节育的话不得了哦，啊，嗯，走，走，哎，你好，再拿最后两个快递，我们就走了。嗯，去做保养，给车子保养去吧。嗯，南充那边没有保养车子啊、哦。嗯。